iPhone 5 is the result of this approach。萬眾期待的 iPhone 5星期五正式發售了，要買到新機除了有錢亦都要講運，皆因蘋果公司以網上抽籤的方式，買家要收到 email 確認才可以到中環旗艦店率先買機。在討論區的留言了解到，似乎幸運兒並不多。不中啊， iPad 又是這樣， iPhone 又是這樣，這些機會不屬於我啊。亦都有网民展示预订获确认的通知，但是英文就写住预订已经取消，究竟原因是啲乜嘢，亦或系网民恶搞咧，就不得而知啦。不过就因为苹果公司用呢种方式卖机，杜绝咗排队党喺旗舰店外守候。不过原来唔少排队党一早已经转战至一啲专卖苹果产品嘅特许经营商店。星期四凌晨三点几，铜锣湾告示打到一间专卖苹果产品的商铺门外，已经有几十人通宵排队，甚至打地铺。他们都讲到明啊，有几多货就扫几多，用来炒啊嘛。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